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聊聊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谈的可是港股的惊人涨势啊！十月二日，港股全线大涨，恒生指数居然上涨了百分之六点二，而科技指数更是狂飙百分之八点五三，这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的好消息。投资者们的心情无疑是如沐春风。 成交额方面也不遑多让，达到了历史第三高的四千三百四十点一七亿港元。虽然 A 股还在休假，但富时中国 A 五零期货一度涨了百分之八，真是显示了外资对 A 股的乐观情绪。今天的市场表现创下了多个阶段性新高，内房股和券商股的表现更是如虎添翼。荣信中国竟然暴涨百分之三百九十七。高盛的分析师们也在密切关注这波行情，认为政策走向将是判断未来市场的关键。 而兴业证券的专家则指出，中国股市的逻辑正在发生转变，这真是让人期待未来的发展呢、啊。不仅如此，国庆假期的到来让各地旅游景点人流如潮，微博热搜榜上出现了“人人人人景点人人人人”的话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基金市场的热度也在上升，南方东英科创板五十指数 ETF 一度飙涨百分之二百三十四，但基金公司随即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保持理性。 总之，今天的港股表现让人振奋，市场的变化充满了期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哇，今天的港股市场真是让人兴奋的不得了！十月二日，港股全线暴涨，投资者们简直像过年一样开心。恒生指数大涨了百分之六点二，恒生科技指数更是狂飙了百分之八点五三，恒生国企指数也表现不俗，上涨了百分之七点零八。这波行情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啊！ 不仅如此，今天的成交额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四千三百四十点一七亿港元，创下了历史第三高。虽然 A 股今天休市，但新交所上市的富时中国五零期货在盘中一度上涨了百分之八，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新高。外资对 A 股的乐观情绪简直溢于言表。说到市场表现，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三大指数均创下了阶段性新高，恒生指数报两万两千四百四十三点七三点，创下了二零二三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 恒生科技指数报五千一百五十七点零八点，这是自二零二二年二月以来的新高。恒生国企指数也不甘示弱，报八千零四十一点二七点，同样创下了二零二二年二月以来的新高。真是让人感叹，这个市场的活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板块表现上，Wind 概念板块大多数都在上涨，尤其是内房股，简直是疯狂飙升。 荣信中国的涨幅居然超过了百分之三百九十七，雅居乐集团和世茂集团分别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以上，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中资券商股也表现亮眼，招商证券上涨超过百分之八十一，中信证券涨了百分之三十九，申万宏源也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这让人忍不住想高呼牛市来了！高盛的分析师们也在密切关注这一波行情。 十月一日，高盛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假期前，中国多地宣布了放松房地产限购的政策，央行还降低了存量房贷利率。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让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期有所好转。高盛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前景关键在于政策的走向和基本面因素，尤其是居民工资的增长和就业预期。兴业证券的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毅东也在视频直播中表示，中国股市的逻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他说，无论是 A 股还是港股，中期行情将从反弹逻辑转向反转逻辑，这关键在于中国宏观政策的方向性变化。张义东还指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预期曾一度悲观，但随着市场情绪的快速变化，空头被迫平仓，市场出现了逼空行情。他认为，港股市场目前处于行情的第一阶段及空头回补阶段，短期内可能会有震荡，但市场需要时间消化亢奋情绪，寻找可持续的投资主线。 未来的市场走向真是让人期待啊！总之，今天的港股表现让人振奋不已，市场的变化也让人充满期待。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投资者们都能笑逐颜开，收获满满的财富。说到热闹，国庆假期的旅游景点简直是人山人海呀、啊！十月二日，微博上出现了一个超级热门的话题，人人人人景点人人人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想象一下，走在九寨沟的栈道上，四周本该是如画的风景，结果眼前全是人。有网友调侃说。 来了只能看人，风景都被人挡住了，这真是让人无语呀、啊。不过景区的火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国庆假期是大家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最佳时机。很多知名景点的门票早就售罄了，比如九寨沟景区，在十月二日至十月五日的门票预定已经达到了每日四点一万人次的承载上限。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景区也纷纷发布公告，提醒游客们选择其他游玩项目，避免白跑一趟。 不仅景区火爆，博物馆的热度也在不断攀升。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早已约满，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预约也显示产品已售罄。看得出，大家对文化的热情真是高涨啊！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醒游客们要做好行前准备，关注消防安全，增强安全意识。毕竟安全第一，才能尽情享受假期的乐趣。根据携程的数据，国庆假期的旅游消费真是暴涨。 假期第一天，国内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民宿预订量更是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大家都在拼命享受生活呀！出境游的订单量也同比增长近四成，真是让人惊喜。长途旅行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首选，长途游的占比同比去年提高了六个百分点。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而阿坝州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二十五，简直是个黑马。 机票预订热度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航班预订热度增长显著，出行真是越来越便利了。高星级酒店的预订热度也显著上涨，五星级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一。想象一下，假期里大家都在享受舒适的住宿，真是让人羡慕啊。总的来说，这个国庆假期的旅游市场火热，消费券的发放也有望加速需求释放。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回暖，各大旅游景区的经营状况也呈现出整体性的复苏态势。 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大家都在积极规划自己的行程，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假期里收获美好的回忆，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最近的市场真是火热的不行，在一系列超预期的政策利好刺激下，A 股和港股市场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投资者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十月二日，港股迎来了国庆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各大主流指数全线飙升。 南方东英科创板五十指数 ETF 一度飙涨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这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不过，基金公司也不敢大意，紧急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提醒大家要小心市场的波动。自九月二十四日 A 股市场反弹以来，ETF 产品成了资金追逐的香饽饽。可问题来了，抢筹的热情太高，导致 ETF 纷,纷纷出现溢价，基金管理人不得不火速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统计数据显示，自九月二十四日以来，基金公司已经发布了二十五次 ETF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很多 ETF 的溢价幅度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十，这可真是让人心惊胆战呐、啊！业内人士纷纷提醒，买入高溢价的 ETF 可能会面临溢价回落和底层资产波动的风险，建议普通投资者保持理性，谨慎投资，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毕竟，投资可不是儿戏，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南方东英科创板五十指数 ETF 真是个明星产品，在十月二日的交易中，它的涨幅一度达到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让人惊叹不已。不过，随着风险提示公告的发布，涨幅有所回落，最终收盘涨幅为百分之三十点零五。这波操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市场的风云变幻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自九月二十四日以来，市场火爆，ETF 频频溢价，基金公司也不得不紧急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九月三十日当天，广发中证五百 ETF 等多只场内基金纷纷发布高溢价风险提示公告，甚至宣布临时停牌。普银安盛中证沪港深游戏及文化传媒 ETF、国联安中证消费五零 ETF 等产品也紧随其后发出溢价风险提示。可见，市场的热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三十日，全市场共有三百四十二只股票 ETF 溢价超过百分之一，其中三十三只产品的溢价超过了百分之五。中概互联 ETF、BOCI 创业板 ETF、创科技 ETF、港股消费 ETF 的溢价幅度更是高的惊人，分别达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六、百分之十一点一九、百分之十点九七和百分之十。这可真是让人感到市场的疯狂啊！ 随着超预期政策的陆续发布，A 股市场迎来了暴涨，而 ETF 作为反弹中的利器，自然备受资金青睐，导致了大面积的溢价。自九月二十四日以来，近八百只股票 ETF 全部上涨，其中六十五只 ETF 的涨幅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包括创业板 ETF、创五零 ETF 等九只 ETF 的涨幅更是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博时 BOCI 创业板 ETF 的涨幅最高，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点零七，这波行情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然而，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高溢价买入的风险不容忽视。今年以来，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 QDII 类 ETF 也频繁出现高溢价现象。基金管理人曾多次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溢价带来的交易风险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ETF 的交易模式独特，既可以在一级市场申熟”，也可以在二级市场实时交易。由于定价方式不同，同一支产品在两个市场的交易价格会有所差异。 当买盘强于卖盘时，价格就会高于实时参考净值，产生溢价；反之则会产生折价。这种偏离度体现为 ETF 的一折价率。通常情况下，当 ETF 出现折溢价时，理论上就会出现套利空间。然而，伴随着高溢价的产生，投资者需要格外注意溢价率回归带来的交易风险。 经济学上讲，商品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短期的供不应求可能导致价格偏高，但随着购买意愿的下降，价格也会回归到价值。如果在高溢价时买入，实际上是在为溢价买单。一旦买盘不再积极，或者产品供给增加，溢价就会减小甚至消失。高位入场的投资者可能会遭受损失。 总之，市场的风云变幻让人感到无比刺激，但投资者在追逐收益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警惕，理性投资才能在这场市场的狂欢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港股市场真是疯狂的不行，在 A 股还在休假时，港股却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冲刺。截至午间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百分之六点零零，恒生科技指数飙升了百分之八点七二，特别是房地产股和券商股，简直是如虎添翼。 雅居乐集团的股价上涨超过百分之七十四，万科企业涨了近百分之四十，中资券商股表现抢眼，华融金控的涨幅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暴涨了百分之三百九十三点七五。申万宏源香港一度涨逾百分之一百八十，招商证券和国泰君安国际的涨幅也都超过百分之三十。最让人惊讶的是，中国金融投资管理的涨幅竟然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四百四十四点六二，简直是股市中的奇迹呀、啊！ 根据中国证券报的分析，市场前景相当乐观。机构认为，港股相较于 A 股性价比更高。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港股有望得到进一步提振，预计四季度的震荡向上概率相当大。而且，A 股也迎来了利好消息。贝莱德在九月三十日发布的周报中，将中国股票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超配。 贝莱德投资研究所表示，由于中国股票相对于发达市场股票的折价接近创纪录水平，且存在可能刺激投资者重新入市的催化剂，短期内仍有适度增持中国股票的空间。这无疑是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对于市场的持续性，天风证券也表示，行情的强度和速度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建议大家关注头部券商的表现。 国金证券认为，券商股是本次政策转向的核心受益板块。预计在政策积极转向和流动性改善的催化下，券商股将展现出更强的市场敏感性。中金公司指出，当前券商面临三大催化因素：首先是宏观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情绪催化，尤其是财政力度的关注；其次是资本市场相关的改革催化，比如平准基金政策、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与央行之间的互换便利细则落地等；最后是行业内并购整合的事件催化。 从历史来看，资本市场行业的标的包括券商、互联网券商、基金、交易所等。在市场活跃时，投资者往往会不断上修盈利和估值，迎来所谓的戴维斯双击，上涨势能非常强劲。综合来看，当前资本市场行业的胜率较高，配置性价比也相当不错。财通证券的研报预测，保守估计到二零二四年三季度业绩也将实现正增长，短期市场的快速走强有望助推业绩超预期。 总之，今天的港股市场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当然，投资有风险，大家在操作时一定要谨慎哦。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哇！ 今天的港股表现简直是让人惊叹，恒生指数涨了百分之六点二，恒生科技指数更是飙升了百分之八点五三，这可真是个精彩的交易日啊！哈哈，楚天说，你高兴的太早了，市场那么波动，小心你的一夜之欢变成一场噩梦。投资者都得记住，涨得快，跌得也快。哦，谢琪琪，你这话可真是未雨绸缪啊！ 但你得承认，这次港股的全线飙升，成交额达到了四千三百四十点一七亿港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楚天舒，说的容易，做的难。高盛的分析师都在提醒我们，房地产行业的前景还得看政策和居民收入呢。这次上涨未必能持久，市场情绪一转变，咱们可是得小心点哦。哈哈，谢琪琪，你这担心未免太多了。 你看，连张一东都说了，中国股市的逻辑正在发生转变，从反弹转向反转，这可是个重大利好啊！哎，楚天舒，你这是听风就是雨啊！别忘了，市场的变化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看看那些人人人人景点，人人人人的旅游景点，就知道市场情绪有多不稳定了。哈哈，谢琪琪，旅游景点的热闹不也说明了经济在复苏吗？ 大家都在拼命享受生活，消费热情高涨，这对市场可是个好兆头。哎，楚天舒，你看得太简单了。旅游是热闹，但别忘了，基金公司都在紧急提示风险。股市狂飙一时爽，可是高溢价的 ETF 带来的风险，可真是让人心惊胆战啊。哎呀，谢琪琪，风险是有的，但机会也是巨大的嘛。 你看中国金融投资管理的涨幅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四百四十四点六二，这说明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楚天舒，你这可是赌徒心理啊！别忘了，风险才是最大的隐患。看看贝莱德将中国股票的评级上调至超配，这虽然是个好消息，但市场的波动性可不容忽视。哈哈，谢琪琪，你这真是杞人忧天。 正是因为政策的积极转变，市场才会迎来这么强劲的反弹。你看，电动车销量也在创新高，这不是说明市场前景乐观吗？哎，楚天舒，咱们还是理性点好。电动车销量是不错，但市场的风云变幻难以预测。希望你的乐观能带来更多的财富，但也别忘了脚踏实地，谨慎投资才是王道啊！ 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一百四十五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使您能够掌握多达一百四十五种语言和方言，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 AI 声音，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使用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对于教育机构，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立即体验！ 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 h t t p s 六度 w o r l d t t s 立即登录，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and fun all day from you want to keep is full of mystery.